来收钩。来，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青爱村这边的松林部落，来到他们这个村民的集会中心这边，风景还不错哈、哦。而且这边有一大片的五叶松，而且还有他们部落的一个活动中心，还有部落的一个舞台，还有一些他们的图腾。来这边真的还蛮凉快的。哦、夏天来，微风轻，吹吹进来，凉爽。而且还有他们的传，比较少他们的传统去部落。啊，这边你可以看到哈，虫鸣蝉叫。夏天来真的，哎，有点避暑的圣地哈、哦。啊，这边你可以看到，啊，先进来一下，咱这个，哦，展演的地方，那么一个大型的一个舞台。啊，一个阶梯，看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阶梯，看看啊，这阶梯也是客人的座位区，客人座位区啊，现在是来要整理了，他们这边应该蛮舒适的啊，再来我们可以慢慢走进他们的舞台里面啊，这是他们展演场啊，可能他们的有什么祭典的时候，或是他们的传统的。这个在那边展演，可是真的唯一的缺点，有一点可能夏冬天比较潮湿，哦，木板都已经有点锈蚀跟腐坏了。哦，不然这边真的还蛮凉爽的，哦，不像我们平地哦，那个活动中心会非常的热。看，而且哦，原住民的图腾很漂亮哈，哦。看，哎，啊，是有一点被那个。当地居民哈，看，看这边这个传统的图腾，啊，再来就是他们的活动中心哈，那个地方是他们的活动中心，啊，一大片的五叶松，好漂亮，还有他们的农产品的集散场，给看一下哈，我们的货都载到这边了，然后再由统一由货车再到全省去批发。哦，仁爱乡农会松林的仓库，看高山的高丽菜。爱乡农会松林仓库，看到他们这边的农产品有闽豆，是我们所俗称的四季豆，哦，还有高丽菜，现在高山高丽菜开始好吃又便宜的，看一下哈，仁爱乡，哎呦，辣椒呢哈，有辣椒，有闽豆。哇，还是以闽豆居多。啊，这种的哇，高山的高丽菜，这不知道是不是翠秋。看一下，1、2、3、2、4、6、18，18笼的那个哈，的高山高丽菜，哇，应该炒起来清脆又可口。然后还值得一提，他们这边有一个叫什么香糯米，来给各位拍一下哈。那个叫香糯米厂，啊，这边哈，他们的厂，嗯，听说他这边有一年一产的那个香糯米，当这边的特色，大家现在可以来。买来试看看，香糯米管糯成。